今天角度很不一样，对，就是想说今天要来吃饭，所以就直接坐在餐桌上。看起来是超商，没错啊，是超商。等一下，我先放音乐。这个我没办法拿起来给大家看，因为它微波好了，它已经拆包装了。它是韩式泡菜豆腐锅，因为。D&E 跟 Seven 联名嘛，然后有送小卡，所以就买了这个。有送小卡，才刚上12点吧，好像12点上。然后我也是突然想到，然后我刚刚就出去买。为什么还没看？对，今天29号12点就上了。啊，提早补货，真的假的？提早补货，小卡不要放进去微波，没有啊，它都会撕起来啊，店员会撕起来，店员会记得撕起来啊。算是会买到的耶，谢谢。忘记撕会烧起来，那你抽到谁？我还没开耶，这样就不用考虑要吃什么。对，买这一颗真很贵，这碗豆腐光129块，超贵的。我说他是不是因为加了小卡的钱，然后才变那么贵？好像有很多啊，糖饼、面包吗？好像，但是因为我不吃饭，所以我只有豆腐锅可以吃，然后结果就很贵。买小卡送豆腐锅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它是官拍卡其实还好，我只是无聊想要买一下。我觉得很微耶，衣服很微。看指甲，指甲长这样。换成黑色衣服好，外面套一个黑色衣服。这是什么？我看看，哎，他怎么在这里？明明嘴晕。
见很久了。现在已经不见很久了。哎、欸，这样很丑哎、欸。应该不会看到的。太迟啊！我先开小卡好了，不知道是个谁，电影的，给你们看。长这样，谢波神送的不梦王，他很大声吗？我这边听超小声的。啊，再小声我就听不到了。啊，好吧。什么时候 cover Weeblash？ 已经拍完了。这样可以。啊，好小声，还是我把它放远一点、啊。可是这样。我看一下，我把它放到哪里？不知道可以放哪、欸？嗯。为什么会这样啊？但平常没事哦。嗯，放这里，放这里可以吗？你的轨迹嘞？没有轨迹。素材没有，我说拍很多 reels。对呀、啊，吃茶。想要吃茶，发药。哎，但我后来觉得就是发药，发药很。因为要开来台北了，那就没兴趣了。Hello Hello， 我要开了，我要开这个，对。我开这个。买到了。这很难开、欸。这个会这样吗？看起来像双人卡。超丑的，好好笑！怎么穿成这样？啊，这很难开耶！等我一下哦，我再换一个衣服。哇，这边太小件了，这样穿起来超丑。下面还有一件，还有一件黑色的，看起来比较对。啊，不然我直接穿黑色外套就好了。我想想，我找一下黑色外套。嗯，啊，这件呐、啊，这件没有用，这件。我都听不到音乐。
哎呦，以后都不卖名牌。你说我们都有认得是吗？前几天看到不太一样，哪里不一样？一样啊。打不开，想想要怎么开。这样吗？按到暂停了，不小心。先离开好啊！拜拜！谢谢建筑上加油！那开双人卡，像这样，是双人卡。雾面的，雾面的，对啊 ，SJW， 我刚刚不是看给你们看这个苏州电衣，它总共好像很多款，好像很多款的，我记得，啊，放旁边。还可以吃一阵子，该囤货吗？还好，因为反正没有，好险的是他们的卡就没有那么快。谢谢 Derry 晚上的天蝎星星什么图，看不到星座图。好想吃豆腐锅，来看看豆腐锅好不好吃。然后他们好喜欢是那小卡，没什么吸引力，就是没有说什么很坏的小卡，所以还好。而且是官图，官图的话真的是没什么那种要花钱的欲望，不是？对，跟你讲，官方卡是官图的话就还好。就是一时一时买一下就好了。对啊，如果是自拍卡的话，那情况就不一样了。难巧，哎，这次不是更多款吗？辛苦了大家。但是那个南桥是在那个售票的点那边。39，超多。渔港，谢谢翠送的红玫瑰。
次就在握手会买吧，我怎么会知道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看到公告傻眼，我真的不知道哎、欸，不费功夫。可以拿着你的扇子边扇风边跟小姐讲话，因为本来以为只会配合公演出啊，但是啊，嗯，我不是，还是说我不知道，那个是手牵手，什么意思？手牵手。是二十，什么意思？那应该就是因为厂商就是合作就合作，也不没有说是手牵手限定啊，没有说是手牵手限定，所以只是有活动就拿出来卖吧。对，应该是这样，就是有看有什么活动就做这样。不知道，写信去问公司。那你们应该要在买的时候就说，哎、欸，怎么不是手牵手的时候买？那边应该就会回答，哎、欸，我不知道，公读生，搞不好公读生。抽到你的卡问啊，他抽到复数卡吗？碧如姐亲自结账，那就可以问他啦。碧如姐亲自结账的话，那就问他说为什么这次在握手会上面买。那就问他，问他还比较知道，问我不知道呢。看起来没空，嗯，确实他握手会都很忙，他握手会要跑来跑去的。他问你要收吗？怎么那么好？他有生气，那个吧，豆粉的那个。关系，太喜欢你才会紧张，谢谢。对吧？多粉才会。他要生气。多粉，哈哈哈。反正对，感受到了，感受到了，而且只有壁炉去处理，所以他就会一直跑来跑去。第二天我就去握手才戴包耳啊，那个耳朵很痛是不是？嗯，等他就是，然后才说到说壁炉最近很少生气，然后我就说哪有，第一天气得要死，第一天我超怕被扫到台风尾，我就说因为第一天要去处理那个多粉事情啊，他说，我就跟姐姐说。写那个兜粉，他说对，我知道，不，说有处理好就好了，我就飘走，
我就飘走。它超重，哎，会扯到，对不对？会扯到。你想它不能趁它那个心情不好的时候。找了好几个奖。然后因为你可能找了好几个奖，最后都会留到壁炉那里，壁炉姐那里，所以他就会接收到很多次，然后他就会啪。但本来就是该处理的事情，所以没差。太像你画了。那个真的很可爱，那真的超可爱。他喷到，对啊，他喷到，趁空档再去给票务处。还有那个、啊、第二天那个握手圈上面没有名字，那个也是，因为刚好那时候已经很后面，然后。好像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嘛，然后后面就工作人员我就说帮我去处理这件事情，然后因为后来好像处理好了，我就说哦处理好了，那感觉也是跟例如讲，对，有啊有处理好就好，因为当下就是反正说我就说应该就是第一天出的包吧，应该就是那个。也是第一天换的卷是吗？可以这样选成员很瞎，好瞎啊、哦！这样选成员是怎样？我说。这样也是就幸运，就是被都粉挑选到的。都是都粉的吧，都粉很。他那张 VIP 差点进不来呢，差点进不来，好好笑。有啊，因为刚好活动部在我旁边，所以就刚好就说帮我处理一下这样。第二天也差点问我，真的假的？出问题应该都是后来做的，因为他拿没有，是原本就有多做，然后多粉拿错卷这样子。对，有处理完就好。那我就说哪有，而且那时候是快要关了，是不是？那时候快，我记得人很少，可能快要关部了。然后我想说不行啊，你要赶快处理。我说。这个东西就都就其他人的错、啊，赶快处理这样。然后好，他们回报给我的时候，中药已经进来了，中药已经说 OK 了这样子，就是说到第二天 ，Mina 问我为什么这，哎呀。哇，修罗场，买120张，对呀、啊，谢谢。精致 cat， 对我忘记了啦，忘记精致 cat。
我女儿也没问。你女儿是谁呀、啊？昨天林毅说完故事了。你女儿是张少彤。张少彤。你很多，你很多。为什么是金字塔？因为不是第一天的时候，面面说什么？我就我没有看到 report， 然后说中喵很香，然后就说真的假的？很香吗？那中喵很精致哎、欸，每天都会喷不同的香水，然后就说哇，那是精致 boy， 然后说没有没有，它是综合喵喵，所以是精致 cat。然后因为第十部我们三个都在嘛。然后就说好，那看到中喵要说精致 cat， 然后我完全忘记这回事，然后一直到后来结束之后，忘记，反正就零一吧，零一就说，哎、欸，我要讲哦，精致 cat， 然后小晴还要讲成精致 boy， 然后我就，我忘记了，这样，我就这样忘记。然后他们两个就，你看你，我忘记了，你们要提醒我，我的记性真的不是说假的，真的很差。记性太差了，我完全，而且就结束之后完全没有想到，然后是后来。已经回到公司了，然后过了一阵子，他们讲到我才说，我忘记这件事情，还不是当下就忘，就是我过了很久才忘记。三个人三种反应，确实，一个完美答对，一个答对一半，一个完全忘记。救命！不然零一记忆力也不一定哦，他第一个去零一呢，哦，有可能啊，哦哟，我记性很烦哦，真的是，谢谢刚才送的缘分相遇，但不知道你没有讲好，我没有讲好，好好笑，完全忘记。真是的，那个监视到你的神出鬼没，对啊，你怎么你一直在，这次的握手会有趣的 report， 我觉得寿星院有舞台啊，舞台好好玩哦，我觉得现在有舞台，舞台真的很好玩，开心，虽然前面我真的快热死，我真的那个第八部不是狗吗？然后他们工作人员就拿一个很大台的电风扇搬在我旁边，怕我热。他们真的搬了一台很大台的电风扇在我旁边。可惜舞台不能录音。对啊，
用再串了。对，我下一步还有，超累，超级热，热死了。对，他跟刘晓晴都是没事的人，因为他们是第七部，我是第八部。舞台还超时，超时超久，超时了七分钟，好好笑。超热，我穿那个啊，我穿那个外套。然后对，那个裙子是毛，拉起来跑，那我拼命，真的要跳完，哎，真的跳完了，连宣传时间都没有落下，我在带了狗，巧克力出皮乳，根本不会叫巧克力。买条条码，蹲下来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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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这个会 B B B 比较简单。真的蛮好玩这次的舞台。最后一首。因为没机会看到条码了，第一次参加握手会，你好兴奋耶！哎，对啊，这次真的好多好多人第一次来参加，开心开心。健松讲太顺了，不是健松。有，我有看到第一天踏步的女装有。我有看到，可惜第二天没有女装了。她的妆很漂亮，哎，我没有仔细看过啦。都有不少新粉丝，希望大家下次还能来。第二天有黑马吗？对啊，为什么你没有进来跟我说你叫 JC？在对列外刚好对是对啊，我没有近距离看到。今年第一次参加预超不是哦，预超不是哦，妮妮我都看多久了，超级真的是从小看到大，哇，瞬间长大的感觉。竟然没有自己，对啊。第一次今年，对，真的今年真的很多，开心开心。下次不会装扮啊？为什么？太累了。从小四看到高一，真的从第一次，哎，第一次就是第一次小四吗？
真的超级，真的是女儿长大的感觉哇！你也是今年，哪来那么多？今年当然第一次啊，今年只办过一次呢。虽然第一次我，但是这次真的很多人第一次，我真的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。希望下次还能够再见到大家。九单的时候，一单卧的时候，对哇，真的超级啊，超级哇！有你知道我们在后台就是看到我们在后台就有说，就想说哇，看到妹妹过来，就真的是有那种，因为以前都不讲话，以前很害羞。以前真的很害羞，然后大家说啊，今天快加油，然后最近怎么样？不会讲，这以前都不讲话，然后结果这次来就是真的，就说就真的会跟我们讲话，真的真的有差。从小四看到高一就说他年纪跟我差不多。你说跟依萍差不多，哎呦，依萍是姐姐。就单在想想，毕竟应该是哭整天啊。就单就是。听说对啊，你是第一个说要看指甲的人。我的指甲超级浮夸，不会进步很多吗？真的吗？我很优秀，谢谢。因为擦了，他又在后悔。他跟你讲，一萍超好笑，一萍超常讲了什么话，然后在那边后悔很久。他很常说：“我刚刚不应该这样讲话，我到底在干嘛？”我说：“你又讲了什么？”我说：“还好啊，不行不行。”然后他就坐在那边很崩溃。我说：“啊，就还好啊，不行。”他一直在那边崩溃。对，记者会也是。这种也是，我想说一萍又来了啊，都这样，他也像多粉崩溃，要多崩溃，就还好啊。但是他也没有讲的不好啊。没有了，好像没有。对对，自己不满意。刚好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很想去的说，太可惜了。什么好日子？是结婚吗？有，我有听到，我有听说有人的哥哥要结婚，所以没办法来生日会。对对对，侄子的哥哥。哎，竟然。
怕谱没办法来。希望领薪水还有的吗？应该可以啦。Nancy 的头像 ，Nancy 的头像长怎样？啊！你怎么这样啊？偷换头像。啊，都是总有人吗？哎呀，喜欢的都这样。好笑，看起来超级，然后你的村民，好啊，写对尾上的天蝎宝宝，你说那一张很可爱吗？真是，你们都看，喜欢看这种奇怪的照片。挺可爱的吗？换成您的视角，那还是刚刚的好了，刚刚的比较可爱。这个又是怎样？这个很好笑。姐姐有什么？那个是什么场景啊？那是什么个场景来着？跟姐姐比心？哦。他们都这样啊，哈哈，好好笑，怎么？好好笑，我看起来超级，哈哈。不好吧？跟一姐吗？哎呀，下一张还有一个重点，什么重点？
好吃。这种泡菜豆腐锅好吃好吃。这张还有一个重点，谁少统吗？跟你了。吃过之前超长的，好像就这次，因为以前都就太贵了，不会想买。那这次就为了小卡买了个泡菜豆腐锅，还蛮好吃的。忘记之前有没有这么贵，不知道哎。对，有小卡，是不是 Junior DNE 的小卡？有送这个。对，我想说抽到就是 Junior DNE 小卡经济奇迹，我想说就抽一个看看，买一个看看，帮忙看。哪里有小卡哪里就成型。看看厚厚买了多少，真的是小卡是那个最大的。最大的执着啊。但是那啥，关拍卡就还好，要自拍卡真的很好买。也觉得蛮远的，这是爱心。第三真的很好看，对啊，第三真的蛮，第三真的很好看。这次生日会还会有小卡，当然有。八抽毕业，算快的吧？算吗？不知道。哇 ，Super Lomba， 第三周照片你们有修很久吗？第三周的我不知道哎，这都姐姐修的，所以我也不太知道。我要拿去冰。我吃完了。去拿个护照。
的书法，你说那个吗？那个是茶叶之类的。秀。野山生啊，是人生啊，人生，人生，人生。谢谢星星送的缘分相依，谢谢玉成送的缘分相遇，谢谢哥送红玫瑰。现在在机场的路上了，一路顺风，要回家了。这真是 oversize， 是我应该一堆 oversize， 除了公司给的之外，应该都是 oversize。生日会有什么好期待的呢？生日会有。可爱的周边，可爱周边，有小卡，大家不用担心，有小卡的。然后表演，表演很多。这样看我就是玩得很开心的，不打工了，不打工了，要去玩了。外星狗狗小卡，外星狗狗小卡，那不是那个吗？周边的吗？是吗？谢谢荣哥送的缘分相遇。粉红姐姐多起来，哇！但我具体的还在想，有嘉宾，有嘉宾。蛋糕吃什么蛋啊？有对，有蛋糕吃，确实。啊，粉红啊！第二天鸡肉饭的肉，对呀，很好吃。嘉宾不会划船。会划船吗？后背墨鱼吗？卡户吗？卡户应该不会有哎，我再想想。嗯，应该不会有。墨鱼不是手心，对啊，我说有墨鱼啊。像汪队的歌吗？还在想，我还没有决定。要不，当然，他当然不算嘉宾啊！他当然不算嘉宾啊！他跟我一起办的生日会呢。
围嘉宾。那已经在想内容了。要一定是你。生日会主题调是啊？你说小卡吗？剩不到一个月，对呀、啊，超快哇！要赶快准备了。去年哇，那么好，那今年再来，希望24号是好天气。对啊，希望。歌单，对啊，其实我原本是放 Whiplash， 他只是他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跳到 Armageddon 了。有今天抽闪没有？哎，这次没有闪卡，但我个人觉得很可爱，周边很可爱。我是扭的，你到了，好、哦，开心吗？送爷爷，买两包送我，说买两包送爷爷小卡，特别版小卡。爷爷小卡也可以，没有了，我再想想。我再想想看。对，不要不好意思，对。我在压预算呢、啊。我去年一直在压预算，今年也会努力压预算的，但是大家肯定就是会还是会让大家拿到很好的周边，因为那场他
他都这样，他都这样。萨摩耶小卡可爱，我自己不是我自己，我再想想看要怎么样让大家拿多一点东西，自费办成替团体省钱的好队长，没有，我真的是。砸要砸也要先有赚哎、欸，但是反正不会让大家失望，对，不会让大家失望的。生日影片热衷，但可能不是说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有的话就很开心。一人发一张的话，只要三副就好了。笑死！你说然后自己大家再去换，是不是？你也是会砸那种人，我会看看。但反正，因为目前还没有报价，所以就还不确定。然后看还能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这样。有抱枕要钱？没有没有没有抱枕，没有抱枕。生日会不会有？哎，希望先不要说太早，应该对。对啊，没有抱枕，没有抱枕，没有抱枕。就是想想，就是要就是。你是不是在设陷阱给我？生日啊，对啊，四月有两颗抱枕，那个真的是，对，但没有了，我没有抱枕。喂，他们的抓马，扛十颗到处跑，扛十颗也太累了吧。在搞周边，凡是鸭子那都漏气，还漏气哦。幸运饼干好吃，我也会觉得去年幸运饼干好吃。柚子酱拿去好呀，但其实那个饼干，今年在我再想一下。去年抽到墨鱼的，哎呀，应该换一换，还是就是后面那个野三生。哎，我自己都没吃过野三生呢，粘在底下的马卡龙，那是前年的，前年是粘在椅子底下的马卡龙。
他在睡觉。哦哦。哎，但是那个幸运饼干我自己也吃了一些，很好吃。难得没有在忙，因为还没有到时间，等一下就要去忙啦！哇，这周工作有比上一周好很多，上一周是因为有握手会，真的比较忙，有握手会，然后记者会，所以真的比较忙。欸，但我忘记前一周是什么，前一周是什么 啊公演吗？公演，对啊，公演，然后超级娃娃，为什么会结束？有啦，昨天放假，公演跟生日会张学友还没发，对啊，他们太忙。生日会的时候，你说上手那个什么手工皂，生日会限定肥皂，生日会限定肥皂，我也还没有用。太难了吧，感觉难巧很难。先不用，你们吞很多了。这里有啦，这礼拜会松很多，是上礼拜真的太忙了，上礼拜要还有记者会什么的，记者会，然后还要管，哎，还有那个就是好喜欢，然后记者会的流程什么的，记者会的流程就是好喜欢，握手会的事情，哇，超级多事情。就是好喜欢什么时候开始变？上个礼拜，好像是上个礼拜，上个礼拜。然后因为其实就是好喜欢是突然说要在记者会上面跳，所以就真的是突然说，然后就然后虽然他们都很棒。对，因为原本只有副歌，然后说要跳，就突然要在记者会上表演，那就只能是前面，就是对，其实 A 段也还没有完整，对，是真的整首都你编，对啊，是的，所以就是礼拜五就临时拉了一个彩排，然后我们到现场，然后走位，然后就说看有什么办法去做完这件事情，这样。对，但就是大家看到的其实都还不是最完整的，就临时拉了个，说要跳就是好喜欢哦，要跳就是好喜欢哦，这样。说哇，好啊。你就忘记怎么跳了，对啊，我这个人是这样子，学完五隔天就会忘记，真的，我
希望我刚才就会忘记。有了，我没忘啊，我后来没忘。就是很棒，谢谢谢谢丁马送的为你心动九九五，难怪你们前天还去唱，因为就临时就是说去走一下位，然后二四七也顺便走一下，那就我就顺便看一下这样。公演是这样，对。想看影片了，隔天老师抽考，对呀、啊，我真的是这样子，隔天老师抽考就会忘记，就是前一天非常的非常的也没有到灾难了，就是我说哇哇怎么办怎么办，但好险大家都很棒。然后因为那种姐姐们啊，然后比较高层的姐姐们也都在，然后就拿麦克风，我就想说压力好大，我说真好，大家那个就是开始 Q 彩排流程，因为老师不在，然后想说哇，大家有表演的好，真是太好了。然后还要去跟小慧对那个记者会流程，哇。Must be now 跪求影片，哎，不知道会不会有影片呢？谢谢。压力山大，超级！我那天结束，我腰超痛，超酸，我腰真的超痛，就说我腰好酸哦。我那天结束，我腰超酸，我想说是站太久还是干嘛？下一节课送爱的熊抱。谢谢中文妈妈送抽抽你，对啊，他们都有拍，就是对，只是不知道会不会能不能放出来，不确定会不会放出来。下一节课上救救你哦。对啊，再来说应该是因为没有唱，不确定，还是不确定。谢谢陈寿的为你心动加九九，这周会有台风，哎呀，健康超会。编舞是你跟小晴一起唱，没有啊，那是 Must Be Now 的编舞，那个就是 Must Be Now 的编舞，都在拍台一下。连假都是台，对啊，今年台风好多，今年台风超级多。十一月感觉只有，啊没有哎，十一月的活动比十月少一点，但其实也没有少到哪里去。就大家前两周可以休息一下，这样。店长 say hi 什么意思 ？Hello， 是吗？现在手机在店长手上吗？
在意南部的活动。店长 ，Hello， 一起看直播。对对对，有南部的活动，然后手牵手公演跟那个十一月生日会。去喝布丁奶盖，布丁奶盖好喝。谢谢博晨送的真情告白。Hello Hello， 谢谢博晨送的糖果收集车联名饮品，那个布丁啊，布丁好喝，可以去南部吃。我也希望就是如果下南部的话，留一个时间让我吃东西，好不好？上次去南部吃美食已经是那个摇滚春天，台南那个摇滚春天，因为十一点彩排，然后晚上彩排，然后中间没事做，我们去逛街，去吃牛肉汤，又去逛街。对啊，上次是那个多久以前的事情啊？雨晴还在的时候，哎，很久哎。但我还拍 vlog， 很久以前哎，现在都没有，现在去都如一阵风一样，我就回来了。牛肉汤好喝啊，牛肉汤好喝，年代久远，真的真的年代久远。Cause I'm too spicy for your heart。 去才出门了啊，真的假的？谢谢。台南抢快点啊！高雄那个私募也没有是吧？对啊，没有。One of a kind. Cause I'm too spicy for your heart. 在高雄可以常常去，苏鲁那个很多摊贩，对啊，好想去。假日跨年每月就往南去台南做啊。想去台南，因为好像更常去高雄哎。对啊，最近更常去高雄。对啊，都没有比较多。对啊，高雄会比较南部。对啊，高雄比较方便，真的、啊。高雄比较大，但台南，对啊，台南真的比较少去。对啊，上次去高雄是去那个 Bruno Mars， 台南比较甜，对，台南比较甜。哇！他说平 D&E 演唱会票，演唱会门票吉祥加购高铁85折，那么好哦。然后 iPhone 通知发简讯给我，那么好。超模有喝过，有喝过，我喝薄荷奶。超模和我喝薄荷奶，但台北的没有薄荷奶，我问他，台北的超模没有薄荷奶耶，超坏的。当天定，爱梦的票可以。对啊，我刚发简讯看到了，
但是在林口我也用不到高铁票。在林口，谢谢杰克松，救救你哦！我喝什么？我没有，我还没喝过台北的茶魔，还没喝过。酱油圈，对啊，还是现在台南薄荷南也没了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台南应该还有薄荷奶，我上次去台、上次去哪？高雄有薄荷奶。九号不是不是，我是，哎、欸，我是十号。iPhone 的票都可以，哎、欸，好好哦。哇 ，DNE 吗？薄荷奶好喝，对啊，薄荷奶很好喝，真的。小七品相也有地区差，真的假的？小七有地区差异，真的，那么酷。哦，对，你在 take down。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看茶魔的台北的 menu， 它就没有薄荷奶，但现在越来越少薄荷奶了，我很难过。庆城店，来看看庆城店有什么，贝壳一定会有吧？我忘记我上次看什么店嘞。我该怎么看？我有点看不懂。我现在常喝那一家吗？也很久没有去喝了。你说我平常都喝的薄荷奶那一间吗？就是那一间是在我家附近的一间那种泡沫红茶店，我不知道，就是以前的泡沫红茶店，然后有，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薄荷奶，因为它其实已经很久没有在菜单上了，只是我要去喝它还是会做给我，只是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去喝了，不知道还有没有。我现在在看庆城店有没有薄荷奶，感觉没有，有薰衣草奶茶。隐藏菜单，对啊，因为就是从小专那边喝了，所以他可能就会做给我吧。对啊，真的没有哎、欸，薄荷奶，台北真的没有薰衣草奶茶吗？我真的没喝过薰衣草奶茶，我看看哦。还是下个伯爵薄荷奶茶，有伯爵薄荷奶。薄荷奶绿，哎、欸，看看，那这个嘞，这个真的没有吗？哇，真的没有哎、欸，就是台北真的没有，但是我点进去茶魔的官网还是有，只是台北是真的没有薄荷奶这个东西。他们是觉得台北人不喝薄荷奶吗？我喝红茶有出过薄荞版本，哎，我有喝过薄荞牛奶，哇哇，在日本的 Seven 买的薰衣草奶茶，嗯，
让他上。去附近的长模问问。李宗文说：“请问你们为什么台北的店没有薄荷奶？”店员感觉不知道，店员感觉是啊，台北没有哦，这样。日本那个有点，可是我觉得日本那个太甜了，不知道没有那个薄荷味。去茶魔之问一下，你说去台北的茶魔之问一下，台北是只有一间吗？还是有几间？我刚看到庆城店，然后嘞，还有吗？我怎么记得有一个车站里面有？哎，我想嘿。有通化店呢，通化什么庆城通化永和，老板你们知道什么？他说我们什么时候招牌变薄荷奶了？林云擅自决定的。还是看其他店会有吗？我看看，我刚看庆城店，那看其他店，薄荷没有，薄荷没有，薄荷没有。永和那家每次经过人都超多，但他没有薄荷奶，那看起来真的是台北都没有。薄荷奶，好吧。那时候茶魔来台北开店，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哇，终于有薄荷奶了。结果薄荷奶没有上来台北，它卡在了南部，那就是没有。它卡住了，它卡在南部了。我还是要去南部。哇，哎，这看起来适合万圣节。是可爱我吗？谢谢。说万圣节你扮什么？我扮可爱鬼。被遗落的薄荷奶，没错。不是，你看起来超棒。谢谢等风送的红玫瑰，谢谢阳光送的缘分相遇。今天到4:30，时间到啦。为什么会算有跟万圣节联动啊？其实我觉得比较联动的是猜拳大会，比较可怕。你才刚来，没办法呀，我要去工作啦。一个半小时过了呀。
给你们看我的双眼皮，可这很像，很像。安娜贝，安娜贝，我那个贝尔就这样放在我桌上了。他们没有收走哎、欸，但是公司的贝尔，但他被我拿出来玩了。但那个贝尔会神出鬼没，因为他是安娜贝尔。怎么没有抽？不知道哎、欸。他是抽几只的、啊？是不是我喜欢的那一只其实被抽走了，所以我才找不到？哦，大只的吗？都是大只的吗？我喜欢这只，等一下我找一下，还没寄吗？哦，那不是哎、欸，我不是喜欢大只，但我找不到我喜欢的那一只。我差点要抢那只狗，那只熊。我喜欢这一只，这只不知道在哪里，它不见，它消失了、啊。我原本要带它的，结果它不见了。也不是你们错的。有一天，珍珍，我忘记是干嘛、欸，然后珍珍经过我说：“你好像狗哦。”问号。但我忘记我在干嘛了，我真的忘记我在干嘛了。啊，没有啦，就是那个啦，厚厚厚厚的那个照片，然后我在签名，我在签名，然后他就突然从后面出来说。你好像狗哦，这张他说那张照片很像狗，然后说，我忘记是谁，然后我在旁边笑死，然后我在旁边笑死，我说谢谢，这应该是称赞哎，谢谢，啊说没有，对啊对，这是称赞这样，超好笑，就是那个厚厚那张照片挂在墙上的那张照片。观念真正确，超好笑。以为是称赞，其实是称赞，对，是称赞没错，超好笑。对，就是那一张照片，好好笑，真的很好笑。好啦，我要念榜了。生日会再思考一下，我先来念榜。第十名是翠，第九名是丁毛，第八名是玉蝉，第七名是丁伟，第六名是博蝉，第五名是微积分大师，第四名是荣哥，第三名是吉米中，第二名是中和喵喵，第一名是黑杰克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刚才送的缘分相遇。好了，这周末感谢大家握手会来找我玩，真的很开心。其实握手会很好玩哎、欸，还是真的因为多了那个舞台活动，就觉得就真的有在开心的感觉，就看大家看起来看得也很开心，开心握到 Aki， 谢谢。也很开心，对啊，我也很开心，玩得很开心。希望九单大家也可以那么开心，虽然不知道九单会是什么时候。谢谢大家，狗狗不超喜欢你，一起狗叫，对啊，好多人来找我狗叫，我好开心哦。好多人来找我狗叫，好，可以了。
该是明年了。是狗狗装没错啊，怎么了？忘记戴狗狗口罩，没关系。那我每一次都会有一个狗狗布，好严格，就是狗啊，怎么不是狗狗了？眼神一对，眼神一对，可以开始讲话了，汪汪汪这样。我说那是狗狗，因为你的耳朵很像猫，但那个是萨摩耶耳朵。舞台我旁边两位都动物，早知道你也戴耳朵。确实，先讲再说。大家想说这怎么样？其实他们人都很好。哎呀，按错。哎，但是我突然发现是真的不能同一天发两个文，流量真的有差。哎，真的有差耶，那个流量哇。Savage， 你会笑？我是时尚的。我是时尚的狗狗。这倒是很现实，对啊，真的不能发，还是我重发？干嘛要重发？我不行重发，但很想重发。好啦，没关系。本身就啊，你是柯基，精致 dog， 我是精致 dog， 我是时尚 dog。逗个难听，是时尚梦。Savage， 时尚王，不错，时尚王奖。时尚王，我知道了。如果有那种再一次那种时尚王对决的话，我的绰号叫时尚王，就是这样。会摄影的短腿科技。好像不错，谐音。大家好，我是时尚王。OK， 大家我要关了呀。哇，拜拜。因为我们有时尚王，没错，我们有时尚王，我是时尚王。大家拜拜，下次见，应该是礼拜四啊，应该是礼拜四三点，我会再发豆粉，拜拜。
星期四见，拜拜。三二一，拜拜，下次。